本身咧就想抽呢个根藤1/2号机嘅，咁啊，琴日单抽中咗呢个东方不败，跟住唔知点解个上网上唔到，一路等到今日晏昼先上到，今日而家搏翻嗰个抽蛋落去啦。咁啊，讲今次个目标啦。今次的目标呢，我們就想抽，因为我已经抽到在送抽的时候中了隻神高达的了，我想要這隻，因为這隻沒得換的，還有這隻 target 這兩隻，其实主要都是想抽回這隻和補回印花去換。開始抽啦，咁都係單抽為主啦，因為我哋冇乜石。第一抽就轉蛋啦，有機會喎，即刻整隻爆轉嘅你，又多隻神高達，啊，呢個1% 都幾流啊，咁啊好事嚟嘅。咁可以攞嚟做武装啦，之后其实我就想出翻另外嗰几只机动武斗转嘅嗰个叫咩咧？新世界嗰几只嘅，不过我谂佢下次更新先会有啦。咁啊，而家接住第二抽啦，第一抽已经做咗道门卡信啦。咁大，今次好多人都话好服我呢部机。因为十石机仲有金银弹，咁唔紧要啦。第一抽已经中咗只大奖，哦，银弹系咪睇到好灰啊？好运完之后就会俾翻啲唔系咁理想嘅嚟。转会爆咧，会爆咧，中唔中咧？呢只冇嘅，但系。都不是我 target 的東西來的，不過不要緊，有出到轉就已經很開心了。那我們來第四抽，啊，不是第五抽來的了，已經是又是轉了，又有機會了。哦，這隻很多人想要的，太好了，這隻鎖回先，這隻我也想要的，這隻又是沒得換的。好，那我們第六抽，希望中到啦，但又系转，但系好运啦，爆转喎！老实讲，我其实唔系好想爆转，我就系想要绿星嗰只火属性嗰只啫。呢只好多人想要，我相信。另外一只 BGM 重都中埋，玩光队都一定会有用嘅嘢嚟噶啦。呢只又系两只已经 loot 到嘅。两色三色阵啦，每个珠五粒嘅，都好好运噶啦！你谂下，我六抽已经中咗两只七星啦，哇！两个 skill boost， 一个10C， 跟住再推两弯，一个血强化。其实之前我冇睇情报呢只，所以我唔系好知呢只有啲咩特别，但系知道都系劲，因为见到人哋攞嚟打关用。好啦，咁啊，继续啦，都系单抽啦，冇多余石可以五抽啊，咁呢60石都使得好抵啊。咁样第七抽系一个金蛋嚟嘅，都系我都系谂住攞嚟做印花嘅，希望中到绿星嗰只火属性啦，嗰只好有用啊，嗰只冇得换。我冇都冇办法，嗱，仲有30石，睇下我哋博唔博到啦。俾啲嚟，转蛋，整个铜头筋。哎呀，好啦，机会越嚟越少啦，得翻最后20石啫，希望中啦。
都系金蛋啊！好，拉屎一抽啦，中唔中呢？咦，又转，唉，又系爆转，爆转就一定唔会系六星嗰只噶啦。不过睇下会博到啲咩咧？冇乜兴趣呢只，虽然佢系高星数嘅七星，但系我今次应该已经中咗三只八星。呢只系靓啦，但系我冇乜兴趣，对我嚟讲冇乜用。好啦，今日希望大家都抽到自己想要嘅嘢啦。我嗰只应该冇乜机会嘅啦。我哋下条片再见啦。拜拜。